主料、鱼娃、莴苣、蘑菇、藕、虾、辅料，德庄的火锅底料一包，大蒜，用餐人数一到两人，所有的原材料洗净，根据自己的习惯切成块或者片，大蒜切片备用，做锅，热油，放入了大蒜片爆香，加入火锅底料，待底料烧开后，依次放入鱼娃、蘑菇、莴苣，原则上是按照先爆不易熟的，这个也是看自己吧，可喝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，出锅的时候撒上香菜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